直接买个票去就好了，这样子。你给他看你白眼。不知道。等下就可以我表演。要表演吗？要表演吗？来一些部分呢，我希望他们有一些东西在里面，而不是只有花哨的地方。说你们要甜笑出来，但是你要有一些趣味的东西，比较会让别人记忆深刻。对，不要有一些点啊，或者是什么，不是光只是吊饰啊，对。好，我们就锦绣回到我们的评论桌见。